在台上高歌，唱到破音，高驾于自己也笑场，但他不气馁，再接再厉。挤出洪荒之力，唱到都快没气，还是再度大破音。为了飙高音，高驾于九十度弯腰，好用力，连旁人都忍不住帮他拍拍背，整张脸红彤彤。我台下有都有拿好球，我今晚还有麦。唱到破音也要唱，高嘉瑜旋律为很拼，连阿扁都杠上。那阿扁总统的头脑现在还是很好，记忆力还是很好，什么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你的意思要把他关回去？这个部分我觉得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可以考虑。不仅服务处电话被抗议民众打爆，一边一国行动等甚至还要推出强棒立委候选人下架高嘉瑜，陈水扁也自曝两人之间恩怨。与同时能进攻七年，高嘉瑜根本民进党还未正式公告来加做立委的候选人，阿扁啊，何德何能，我会当来这个无照停职，突然间把你来撤换掉。高嘉瑜呛官扁，争取中间选民支持，让绿营前总统超火，自家人隔空斗嘴。记者黄家伟、谢维台北报道。